来，你好吗？来，够没够？写下来。刚卖二十条一包了，真正的了，来收个。这钱嘛，莫留，一留就无记了。来，你要讲爱啥物物件？那这玩，你下底个收一下嘛，无你结果这边只了，我嘛收一下嘛，留一个，别了，我把钱来。来，你讲来要食菜头粿。 我的菜头粿恁平时在港式的哦，哦，要食卖三百两百了。哎，两百一个哦。这一包十块啊，你要两份了。三百。哦，要三百哦，这一包百五两包三百，你买三百，我一包搁送你，一包够你，好啦。你买三包搁加一包，搁加两包哩，三百了。哎，我买两百啊。过来，要食菜头粿无？谢谢。你看我老祖国人买三百，我讲你唔捌买过，人家哦，恁前我的菜头粿看嘛，咱这港式的。 你这平底锅先我真就做只，伊只有加萝卜，只能开两包二十块，等个试吃一包了。买白啊，试吃看看你唔捌买过，先买一包，我情况嘛。一包。你前天林刚你有来啊？一包够要食菜头粿无？一百块。一百哦。萝卜糕一百尔。拢有啊吼。好啦。来，无料酱你先摸。来，无料酱先摸。我讲你老板只今仔过年过节要搞啊，你一定要买我无料酱，你那边的我袂农心哦，袂农心哦，好来。 这佛料酱这包是阮公司料上济，吼料上济啦。哦啊，那至少拢算过百分，这拢是基本款。咱这上条有鱼丝甲鲍鱼，这餐厅给你用的，一条我好用过少啊。啊，你加一个鸭啊尔，脆脆换少尔，加一个鸭啊，保鲜膜我捧着，这条要甲你给八百至一千。我来讲今日要食佛料酱的啊，卖哦，你加一千开八百，你加迄个迄个炊人也无料，其他退钱的嘛，吼、啊，啊，这款料上济就一包。 这包总共会动用是三斤半，三斤半。卖哦，你开一千八百六百七百，拢做免冰嘅，食好过年，绝对你俄罗斯经济钱，五百上面只有五百块。五百。有人要食干八包的佛跳墙无？五百块，听好啊。买五百，这包无卖，请你。全部七斤哦，你七斤，七斤哦，你七斤哦，你。来，全部五个人给，五个人给。五个客人就好了，五百块上面只有五百。五百啊，五百。有人要食佛跳墙的无？五百块。哎，五百。 鱼翅鲍鱼风味鲍料酱五百了，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哎，五百，我还讲唔怕买贵，你先买一包食看麦，好，食好食贵，你要加买贵，鱼也五了。来，两百五啦，一包，鱼也五了，两百五是嘞啊？鱼也五，来，搁买鱼也五无？鱼翅鲍鱼风味鲍料酱，鱼也五，来两百五，搁买来无？鱼也五，哎，走啊！来，抢光啦！哎，鱼也五，来试试。 好，好好食。好啊。我来要什么鸡啊吗？来，我来看你要食什么哦。来，铁路排骨哦。来，一千多，来，等四百五。搞你边啊，台湾唔好个啊，鸡啊无。来，有来要食鲈鱼鱼无？这阮的鲈鱼拢是 A 级的哦，上面叫A级的，就是规箱、箱箱、袋，全部拢冷的。这大概用煎的甲煎的就好食。 要食的卖哦，你开三百，鱼也无拢做，免要食鲈鱼，先加钱的，拢加两百块了。两百块啊！两百块，咱要食鲈鱼鱼哦，两百块。两只、四只、五只、六只、七只、八只、九只、十只哦哩，十三只、十四只、十五只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哎，十九、二十，免三百，来两百，咱要食。两百。有咱要食鲈鱼鱼哦，快点快过，两百块了。两百块，咱要哎。边啊？两百。两百块，咱要食哦。 来，要不要钱？我加一招，你加两招，你加三招，加四招，加五招，二十招，给四招，加五招，二十招，够二十，免三包，来两包，来要不要钱？两包，两包，来要不要钱？我加一招，你加两招，你加三招，加四招，加五招，二十招，加七，加八，加九，二十，两包，来要不要？哎，两包啊！来，这五招我搁请你，等于用钱的钱拢弄的哦，两百块有你要吃吗？哎，两包。拢有啊，来，够来要不要一包？来，要钱吗？ 来收钱，那你要两包啊？八、十、四、十六，那十八，八、二十，来二一、二二、三、二四、二五，来两包，来两包，八龙梅啊，一包龙梅啊，四六，八十，来十一、十二，来七八龙，龙梅啊，小肥料要七八吗？八吗？OK。好，吃啊，盖住个咩啊？来，搁一个人盖一包沙嘛？哎，无啊，八九。 十四，迄个第一个买两百的是啥？来边啊只？美女，你再买一百可以吗？这里全部送给你，全部都给你哦，你第一个买的上好哩。来，咸猪肉给。哎，再个有，再个，反正再个咸猪肉先冒我，别冒。啊，我先化解咸猪肉，人家点我先冒。来。
鱼鱼当我卖了尔，伊拢换三秒，来龙虾过去，虾也过去，龙虾甲虾也准备者。我见我看了，我看了，来三要食咸猪肉，你敢有要看咸猪肉？咸猪肉要一个人加，免一千，免八包，一个人加三条等于，一人加四条，我五百你买无？一条百七买无，只好食三包了。来者，这条搁送你。来三，来两个。两个来三个。好，来五个啊！来三个啊！五斤啊！五斤啊！三个只，三个只，五斤。来七个。三个鞋啊，五鞋啊，四鞋啊，买个五鞋，1500，可以。我等下就，我等下就，我就五鞋了。快四个步啊！1500，1000，来多少钱？二，啊，先弄好，四个我，快四鞋啊，四鞋，啊四鞋都买了，四鞋，行啊，谢谢。来多少？三百，你先给我了。纸箱给我。大家，来最后一个沙发上面拢无啊！来，开始摆啊！看下怎，最后一个咸猪排，我后尾也无无啊！拢无啊，沙发。剩只四条，加减叫咩？加后尾要两条百五的无？来五百，两块钱。百五先买头，百五先买头。哦，百五，百五块钱的，百五块钱的。可以可以，可以先拿去，放地上就好了，大花椒来抹。最后这两条百五上面啊！哎，百五啊！你放着大花椒来抹啊！这两条百五了，咩来无？百五，后边来啊！后边来啊！来，你两块先收掉，伊要四块。可以。可以，请过来，莫去边啊，慢点哦。鲑鱼尾吗？鲑鱼尾啊，来鲑鱼尾去，安尼唔是。来鲑鱼什么食？来鲑鱼要食，人家一千块。水无？全部拢好食，拢来包上薄冰，官方自立的，全部搞，迄个搞迄个搞运作的啊。这地块哩，这地块送你，这地块哩，我来讲，你去菜市啊切看卖，我这新卖着无？新价钱，这地块啦。我一条卖你百几块尔，来一千咯。我来要吃鲑鱼的无？1000块。来一千。鲑鱼我来要吃的无？1000。鲑鱼我来要吃的无？1000块。来，到人吃完了要买五百的无？哎，五百啊！哎，1000。来一个啊！1000块哦。哦，我来讲你等我一下。我唔是客户，你等我。不用客气。来，要五百啊！来，到要五百的无？鲑鱼。我鲑鱼你煎着十四号落去啦。五百个要吃，五百。五百。都有啊，谢谢。来，鲑鱼可以啊，请给我。哦，两个人拢没问题。美女，你要几份啊？四份啊。来，姐，换我先。你俩都无买着鲑鱼几袋，你买一袋，同款好食，唔免五包，三包了。来，三包，三包。这袋够哩，这袋够十二啦。新价钱啊，十袋都遮水啊，这袋够来三包了。三百块够两百来无？三百块够两百。三百块够几来无？够还是安尼？最后一个三百，看咱要给咱真的啊！哎呦，兄弟！三百够要几来无？贵一位。这真正的超好吃，要贵一位。贵一位啊，三百啊。来贵一位，我报价哇，三百够要来无？三百。第三箱。我以为够了，没来过。三百啊，老虎啊吗？都有啊。谢谢，我集中点啊。把这片来莫，我要归位了。你等下下班咯，回过来东西这样。等你一瓶二百拢无啦嘛，贵包的贵包的无啦嘛。好 ，OK， 我注意到。你个要下班平衡。下班集中在你身上，你要休假。你后边个就下班忙集中在你身上，来搞你管理休假去。你有要检查咩无？好啊，好，我来讲。你检查？你要套梯嘛？梯有咩来？套梯嘛，先看套梯嘛。来，你帮我先看一个套梯个。是啊。你上边啊上，啊上北边头个。啊，飞机你是要现捞领导个？飞机要现捞领导个？这种个哦，来好啦。飞机要只免1500咯，赶紧。五百啊！啊，1500，2500，3500，4500，5500，6500，7500，8500，9500，10500，五百。啊，边一只啊？来，过来两尾只飞机啊，五百。五百啊！来，两尾偷只，一只加一只啊！两尾。两尾啊！哎，美女，你也不买着？一包诶。啊，我叫姐去给你打包无？好，谢谢美女。来，飞机是莫话你莫给我。来，两尾啊！来，现捞啊，到十，赶紧来。可以过者，可以过者，你莫同莫话。多几个？多好啊，两个。五百够咩啊？无。来，五百啊！来，边一只价钱啊？好啊，谢谢。我慢收啊，无啊，这条这条。多少钱？来，多少？来，
三、四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，太无，来你帮我二修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叫我一个，这百五上面也无啊，百五，百五边啊，来补啊，我加油。哦，要你别来啊！我来之前讲的，拍摄拍摄，啊，安尼无，拍摄啊！来来来，可以开始，可以开始。啊，哎，你去后边外置一箱，我给一只毛，一只了，一只了。是你帮我弄一下无？哦，你就谢谢，感谢你啊！来，你帮我套对我话就好，套对我话就啊。你们吃啥物年菜，拢爱跟讲啊，好不？啊。龙虾，龙虾我今麦要改换啊！你要龙虾啊？你要六千嘛？你是桌子那个纸上是不是写六千？啊？冷价啦！是冷价，不是六千啊！我来开玩笑，我知啊，我知道了，开玩笑。来两位客客，啊，麻烦恁全部人给搞买这东西，全部无解释，我最强啊，完全拢无破。你当下我还讲你甲食下摆食到天然的 Q 甲丁安尼，你就记得啦。卖互你三千、两千、两万、一千块拢啦。来签啦！一千块差不多就一千块，几只够你？拢无海鲜油啊，拢无海鲜油啊，这贵呢，这船啊，你个着安尼哦。几只够你哦？这大只哦，几只够你哦？啊，这套丢啦，我这套丢啦。我还讲话，你若加起一千块，几只过来啊？几只过来啊？好地啊！两个签啦！大只拢无海鲜油啊，真正这你安尼啊？签咯！你食伊，食伊甜度就好了啊，一千块了啊，一千块。贵诶，是你讲贵？我结婚啦，一千块一个三百只，我还讲，互恁厝诶食上好诶，当天诶拢无济。啊，真心诶，搁一个人给一千尔。来签咯，一千，这叫传统沟通啊，尊重啊，这对面诶。